像我们这一双手工布鞋，它这个全套工序要将近100道，哎，而且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完成。像这样的鞋就是穿着它吸汗、养脚、透气。一点误差都不能有，这样顾客穿上才能舒服。现在，从这款式到这个面料花色，有好多款都是根据年轻人他们的需求给他们专门设计。我们